你把那个袋儿切开才知道。就是加工好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它里边那个肉就是半加工好的，对，直接用烤箱，所以直接烤箱或者是微波炉微一下就行了。烤箱坏了，搞不了。微波炉吧，这一条肋分400。这颗白菜真不错呀，好久没有吃白菜。我看见大白菜老青了。嗯，开始往那吃。哎呀妈，这白菜没撕啊。嗯，有剪刀吗？拿手撕。现在啊，继续手撕啊。手撕白菜。拿把那刀给我吧。你别搞着手呀。不会。这跟手撕有啥差别？这跟手撕有啥差别？我还拿了个刀在这儿，对吧？姐，你去洗，你快去洗。可乐鸡翅，我把油都烧上了，你现在让我去洗，你们谁来做？我也能做，怎么做？你告诉我。炒糖会吗？炒糖不会。我会，姐，我弄。妹妹会。炒糖就把油炒，那个糖炒热，对，然后放点可乐，再把鸡翅。先放鸡翅。对，可乐鸡翅啊。对。炒糖，然后糖它全都会化开。化开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它跟油那个融到一起之后，把鸡放进去，炸一下，就等于翻炒差不多了，然后倒可乐进去，下可乐吧，好香哟，好香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哇，这看着它太好吃了吧，他们给你煮了一整锅哎，一整锅啥？都是给你的，是吗？不辣的，你不是要不辣的吗？面和菜 ，All for you, bro。我辣的也能吃啊。好，雷姐白把手切了，我跟你说，好，切掉块肉。我今天拼死拼活，我也把这锅给吃了。来吧，大姐，来。赵赵，哎，谢凡，秀虎啊，谢凡来了。佳怡来坐这里啊，交接仪式，导游交接仪式，所以你坐那儿，明天就是你的了。行，你快尝尝。哎，这位置是坐着心里不踏实哈，我怎么这么一点都乐不起来呢？你现在知道我之前在那个哪儿刚到冰岛的时候，你们天天给我留在那儿坐，我是啥心情了吗？主持大局来，对，琳琳等你主持大局呢，转场。我跟你讲啊，就你这心情，你知道那天我第一天。他们发完了，然后你们所有人坐在那儿开始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坐在那儿就忐忑到不行，然后我就突然间特别心疼我老公，因为我们家餐桌就是那样，我老公每天就坐那儿。但是你表现很淡定。那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多表情。姐，你坐在这儿，你像那么回事儿？我坐在这儿，我，你当团宠，笑团宠，对，可以团宠。今天好猛啊，咱们我觉得应该没人能跑到那么远，我感觉对呀、啊，没有一个人放弃。安娜跟我说，其实他们所有人都不是固定线路的，就是每天他们会走新的，他们基本很少走一样的，因为冰川是这样，可能因为下了一天雨，原来的地方就变成了湖，你就走不了了。所以在踏冰川是没有既定线路的，也不是每个人有运气能够踏足到。冰川的高点的，但是我怎么觉得没有想象的会那么累？对，是因为我们每天训练出来了，翻绳子练出来，练出来了，负重我们今天还。大姐来，辛苦了，不爱了，辛苦了，来，弟弟们，辛苦了，你们休息了，先吃了，辛苦了，来，我们真的是好像过年呀、啊。ATM， 兰姐，这有 ATM， 等一下，大家，我们查一下银行卡。
要取吗？把里面取空。全抗过病。这谁？这啥意思啊？不是，不，对，退出 ，cancel。它只有那一个选项了。你小子想摘我果子，只有那一个选项可以摁了。啥果子？他说那天我俩一起开车回来嘛，他开了一小时二十分钟，我开了二十分钟，下了车所有人都说我辛苦了。他说你姐，你摘了我的果子。你怎么能摘我的果子？种果后人摘桃。就取到额度的最顶，反正明天不用了。我们取完，要不就多了就再还给超哥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取完用不完再还现金。用不完，你觉得吗？你觉得这事是可能发生？这话不得先这么说吗，姐？哎，出来了，钱，多少？都给我6万，收下。咱们怎么最后是取钱了？不是说查余额吗？最后事情走向了取钱。不想要啊？要，你问我就要，问啥我都要。Let's go！ 哎呀，你撞死我了！这边走。哎，安宇啊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挺有钱的，我那150欧还在我这儿。什么150欧？上一站的，克罗的。对啊。哎。这个人是我们上一站留的欧元，是不是当时全给你换钱了？对，全都集资了。没有，我这还有欧元。我这也有欧元。Sorry， 我这还有欧元呢。哎，那我们俩的钱给谁了？给他了。我们当时换了吗？欧元？没，全都没换。没换啊，都留在手里了。找银行可以，找银行我把它换了，来分了。分了分了，我当时有500欧元在你这儿，姐。咱要不要？我给你放了1000欧，姐，你还记得吗？现在就是看大家人品的时候，都给我招供，手里有多少钱都给我招。这不就是吗？是这吗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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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不去给大家翻翻欧元，说欧元在哪里没有用啊，找个银行把它换了。就这意思啊，我回去的时候翻一下。Mitsu， for you， 我分的。Mitsu， 啊不是，没客人。For you。你怎么那么多钱、啊、我就是不知道。哪来的？就是每一站剩的。哦，你把我钱偷了。我包里钱你给我偷走了。不可能给你查。你看他这么多钱。我是零的多，整的少。多少钱？37。怎么那么多？这钱剩的。你今天早上给我2万，刚才又给我1万。3万。黑弟，咱都玩这么久了，不送姐点啥礼物？除了那帽子，他已经送我一个帽子了、啊。我给你数一数。哎呀，我没啥要花钱的地儿，你要要的话，你就拿走。嗯。Another 2 meat. Yeah, for us. Thank you. 扣两个面包，倒点汤就是哈，就是一份大菜哈，连碗都省了，你看。干杯。辛苦了大家，舟车劳顿。为什么这人当导游这么爱说话呢？怕气氛尴尬。对，气氛组。当导游这个责任感夸就上来了，是吧？贼卑微，我昨天也发现老卑微了。昨天你们稍微有点心情不对劲，我老难受了，我就一点点，很敏感。今天没有这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下子的就有一点点，心里就很敏感。对，但后来我就摆烂了。摆烂了，最后一天我就摆烂了，无所谓。心里挣扎，就这样。我要不要下午就摆烂了？反正你们也不能把我退货，我就在这里。行与不行，就这样了。哥，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，晚上订了那个我群里发的餐厅，然后晚上6点去吃。OK。嗯，你可以参与投票，出去吃还是在家吃？你要是选在家吃，那就6-1；你要是想出去吃，就7票全票通过。对，那我就偏6-1。一身的反骨。你要在家吃吗？那你自己在家做吧。那我们尊重每一位游客的选择，你可以自己在家等着。对，我们可以分两波。出去吃，出去吃。昨天八姐讲一晚上鬼故事，现在让你自己在家待着，你肯定待不了。我行。嗯，妈，吃饱了。我还要回家呢，我做梦一样这二天过的。你昨天一眨眼，哎，稀里糊涂过完了。
别以为就过去了，回头看的时候就该那个了，难受。嗯，为什么留下那些照片的时候就会可以回忆？你亲眼看见自己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你不能不看这些，不看。不看。